当初那么傻，还一心想要嫁给他。三年不见，偷偷来给他一个惊喜。亲爱的，谁啊？那个先生是你订的花吗？不是啊。那可能是我送错了吧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。谁呀？啊，花呢？等了半年，今天终于把婚离了。在我们分开之前跟他说句话。哎，干嘛？今天把婚离了有什么感觉呀？挺好的呀。哦，那在我们分开之前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能不能把你老妹儿介绍给我？不是，你还想咋地啊？主要我老丈人对我太好了，我不想换老丈人。一个啊，你是知道的。哎呀，说实话嘛，你说一个，我奖励你一百。我说没有就没有嘛，谁差你那一千两千的？ What the fuck？ 留一半双子双的歌，怕什么天都不会，什么怕啊！你别笑，小哥，坐这里来，坐这里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数，我帮你数，我这款韵贝吸奶器操作方便，主机连接直连储奶袋直接吸奶，非常小巧，方便外出携带。马哥，上来，我已经给你拿好被窝了。所谓富贵险中求。
前面这个渣男自己有女朋友还牵别人的手，不行，我要告诉他女朋友去。美女，他是你男朋友吗？是啊，他是我男朋友啊。刚才我看见他和他牵了手。你瞎说什么？你俩明明就牵了手。我是他妈，我是他妈，不能牵吗？